交给了老李，让老李带他去根据地过我们向往的生活。只是他才刚出生就离开了父母，我们注定没有办法陪他长大了。我对不起。
不分党派，不分老幼，无论农民、工人还是学生、职员，都应以驱除倭寇、振兴中华为己任。值此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，蒋委员长于今日亲自签署了特赦在押政治犯的紧急文件。南京共释放63人，上海共释放55人，重庆共释放32人。太太，这是先生刚请大夫调的新方子。大夫说啊，喝了这药，临盆的时候保你和孩子都平平安安的。我不喝。太太，你整天想着把这孩子弄。双菊呢？自从小姐入狱之后，双菊就回武汉老家了。回武汉了。那程碧姐和松光大哥，他们还好吗？他们快打仗了吗？萧炎他们都挺忙的，他们委托我好好照顾你。走吧，咱们回家再说。这个让我来拿。
这几年我来来回回搬了好几次家，通信没那么频繁。哦，对了，这个，这是于妈让我交给你的。得到，给我快点下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们两个进来。给我按住他。快点！你要干什么？按住！你要干什么？
太浪费了。是有点难喝啊，明天继续。你晓得吧？伊拉屋里向莫名其妙来了个女的，哎，动起动是不晓得啥关系哦。哎，我到底啥关系啊？伢俩就蹲在一道了呀，就是个关系嘞。哎，丈夫，侬回来啦。哎，啥地方寻得来个噶漂亮个女人了？哎，啥地方来的？窑子里向出来的。哦哟。孙老婆，哎，我用一下电话。哎，用吧。哎。范妹妹哦，喂，哎喂，你好，哎，我找一下顾双菊。我们家太太已经休息了。这么早啊？她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太太。他就是有点累了。太太，你要去干嘛？那通电话是找我的，我要下去接电话，你们让开。不行，先生不让你出去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在房间里待着。你等一下啊！放开我！给我回去！你放开！不能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这要是动了胎气，你们负得了责任吗？慢点，太太。哥，小姐怎么样了？双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在问你小姐怎么样了。小姐挺好的，她问起你了，我是按照你说的说的，但是小姐好像不太信。不管她信不信，你千万不要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她。双君，但是你不能一辈子瞒着小姐，一辈子不见她吧。哎，宋次长，肖委员，李主任，见到你们这对伉俪，让人羡慕啊！啊，要说羡慕啊，我们该羡慕您才对。早就听楚部长说过，李主任和夫人可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，夫唱夫随，珠联璧合，我们可是望尘莫及啊！瞧瞧，不愧是我们的宣传委员啊，这嘴皮子够厉害啊！宋光啊。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，刚刚当了中央组织部的政务次长，现在又抱得美人归，你可得请我们喝酒啊。一定一定啊。我看啊，直接请我们喝喜酒吧。啊，对呀。来，请吧。请。我记得委员长讲过，我们虽然是一个弱国，但是此时正是华北危急的紧要关头。看见我们只有拼尽全民族的生命，以求国家的生存。你说陈行长边上的那个？政府与军队需要团结起来。他呀，是中常委提名委员会的副主任，没得人。你能不能进中常委的候补名单，就看他了。他是个关键人物。陈行长是他的学生。散会以后，我让他给你们引荐一下。还是改日吧。今天这个场合有点不太合适，大战在即的，我还在这里拉关系，你让别人怎么看？你呀，
就是太老实了。你以为今天这些人都是来听抗日宣讲的？他和咱们一样，都是冲着梅主任的名头来的。下面有请沈涛委员为大家宣讲。委员长在庐山召开的国事座谈会铿锵有力，听程爸说他已经把雨竹安顿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？不去，当初跟他断了联系就是不想再有什么麻烦，现在你刚刚有点起色，可不能付出的。他在牢里待了那么久，肯定吃了不少苦，现在出来了，我们也算他半个亲人，还是应该去看看的。亲人？他把咱们当亲人了吗？他如果把咱们当亲人，就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在一起。你知道的，王先生是最容不得共产党的。现在都说是国共合作了，委员长都发话了，谁还会去计较以前的那些事情啊？国共合作？你真以为国共会合作呀？那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。必须严肃沉着，准备自卫。再说了，雨竹要是真懂事的话，就应该主动上门给咱们赔罪。下面有请市党部宣传委员肖成弼上台宣讲。同志们，同胞们，日本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亡我中华，华北告急，平津告急，日寇的屠刀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任何的妥协，我们要牺牲到底，去争取最后的胜利。
这里呢？去检查一下，我只能给他开个方子，喝点中药缓解一下。谢谢。你们有孩子吗？我们大夫，什么意思？他这种情况，如果要小孩的话，怕是不大可能了。上阿波勒。できたのは全てあなたの情報のおかげです。你虹口情报局的这个给他断定了之后，你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。どうぞ、杯を開けてください。接下来，咱们再来一杯。我々大日本帝国はあなたに感謝をしております。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感谢。求三军，客气了。军统的那些伎俩，我是最了解的。戴笠认为，让沈醉弄个八人小队就能潜伏在虹口了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军统のやり方はよく知りますが、大丈夫です。戴笠の方は八人の小隊を構成して、虹口に分布を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。我々日本人が最も重要視しているものが二つあります。我们日本人有非常关注的两件事情，一つは一个是忠誠忠诚，二つ目は另一个是能力能力。金さん，あなたは両方を兼ね備えている人だ。他说你两个能力都具备。私は信じてますぞ。对你非常的信任。我々は確固たる協力体制を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一起合作。今後とも楽しく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一定会愉快的合作的。一定会愉快的合作。愉快的合作。その通りです。愉快合作。中国人相手するのは簡単です。中国人这边其实也非常好对付。わがままで金の亡者。愛国心もないし、国民の生活も。一个是贪婪，没有爱国心。奴らが政治をする上で一番重要なのは。他们最重要的。昇格と金。就是为钱为官。自国民に対するやり方なんてそれひどいもんですよ。甚至对国民比对敌人还厉害。だからその手の類の中国人は。所以我们轻轻的一动手。いとも簡単にひねり潰すことができる。就能让中国人屈服。そうでしょう。对不对？金さん。所以还要请太君们多多指教。好，そうです。今回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多多指教。指教指教。啊。干杯，兄弟！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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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些汉奸，今朝跟我的好死！好死！叔叔がやけに騒しいな。去看看外面是什么声音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哦，来吧，你滚。
続いて。干什么呢？吵吵嚷嚷的。来了几个学生，咱俩就上大佐的车。人参鞭炮声，对于男人最有意义。提莫起来。撒又拿了。撒又拿了。よろしく。撒又拿了。撒又拿了，撒又拿了。打了没有？啊，有有有。撒又拿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滚！儿最后一句说的是什么？就算生下来，我也不让他活。我的儿子会活得最好。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打死你！
认得他。吴先生，你电话。哎哎哎，来了啊。喂，哎，我是顾。干什么？麻烦，快去叫车，快去叫辆车！好，好，好，快点俩去。小天，我不能生气，别这么折磨自己。你现在情况很危险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都是为了我。为了你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我的命都是小姐的。我为了你，我死都无所谓。我有所谓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。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，我会让你和孩子一起活下去。坚持住，我叫他们停下皮卡车，快！